你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啊？你要去赶集吗？要去赶集啊？把你的包给我看一下。那是什么包呀？草莓包。草莓包啊！哎呦，太漂亮了。对，太漂亮。对，太漂亮了。嗯。还在背诗呢，你背的什么诗啊？这书是妈妈看的，你看不懂，给妈妈放那边去吧。给妈妈看。哦，给妈妈看啊。好，谢谢。这书上面有没有古诗啊？没有。没有啊？画怎么背的？没有背。画。嗯。画。远看。远看有月。近听。近听有灯。春去，春去花还在，人来，人来鸟不惊。对了，太棒了，我们会背好几首古诗了，是吧？鸡蛋。嗯，坐下来看。鸡蛋。坐下来。鸡蛋。妈妈看。哦，给妈妈看，嗯、好，谢谢。谢谢妈妈。嗯，那你给大家再背一首古诗吧，背一首什么呢？一口气啊，你不知道换气啊，憋得慌，是不是啊？不记得。白日什么？白日依山尽。黄河？黄河依好牛。黄河依好牛。黄河入海流。嗯，前进路。还有呢？花鸟知多少？花鸟知多少？哦，花落知多少啊？串台啦！兔乖乖把门开开，不是的，把门开开。不是的。宝宝，不是宝宝，不是宝宝，是妈妈。不是妈妈，爷爷。鸟西猴。嗯，你真凉快。妈妈，宝宝，不是的，爷爷。那是老师。鸟西。嗯。而大有归于群他，快来快来快来，拔萝卜。快来快来拔萝卜呀！又串台了。什么？肉好啦，还没好呢，再煮一会儿。自己趴到厨房里说肉好啦，这小馋猫，快过来。小馋猫。小馋猫是谁呀、啊？妈妈，宝宝小坏蛋。宝宝小坏蛋，妈妈小馋猫啊，你真会安排啊。爸爸是什么？小馋猫。爸爸也是小馋猫啊。哎呦，你呢？你是什么？你是小米酒。蝴蝶。看这一天忙的哟。给妈妈抱抱。好，我抱着。这一天太忙了，你这一天。小豆豆，小兔兔乖乖，小狗，小羊。